哦，好，九个不是钱吗？不是，聚少成多啊！冷却，冷却，这给你，还有书柜，还有……那你就别放那么多的臭屁。他们放那个在门口哦，臭屁都是你害的，不是我。这个虚弱木剑还打不到，可恶！好难过，刚刚呕吐的免疫毒没效，我都没血了，太难过了。我们还有带电池、欸，没食物了吗？有，这边还有牛排，通通拿去烤。啊、这个烟熏我没再用了、嗯，有人都把牛排给拿走了。Yuriko， 啊，我没有吃牛排，我这场还没吃过牛排。就是那个，你为什么不吃牛排？那边有一个烟熏，我吃马铃薯啊，在路上捡，我想要一点点的、一丁丁的青金石，谢谢。你的要求太多了。我帮你把红石运回去哦。不行，斗士打架有一点难。赢了吗？啊，他在挖钻石，被挖走了。这是我们全部的书柜了吗？不行，可以再买、啊，还有一点点，有绿宝就可以。瑞比特冲，先给你放好不好？我去。童振颖的妖精感染有速度、力量。妖精，但是丢不上去。干掉一个，干掉一个。哦、瑞比特冲，瑞比特。还差几个、啊？我可以去换。还差很多。脑鬼，脑鬼交给我，脑鬼交给我。不怕。上去了。还撑到死。嘿嘿嘿。跳上去。跳不上去。我建个路好了。哦，他们有人。好、哦，让他去好了。谢谢。而且等一下会有人 来挖核心哦。好饿，好饿，那個、兔子看起来好好吃哦，好想吃那個兔子。不行，后面好多，不要饿。没事，给你。好了，有，感谢。哎呦，这边有生。哇哈！干掉他！啊？那什么、啊？脏脑鬼！打爆脑鬼！哎、欸，他血那么多啊！我天哪！我不行啊，我血好少啊！你可以的，你可以的！哇、啊，速度好快！那边有那个贵族。哦，对，打那个金帽帽的先打。脑鬼。然后这里有生，所以如果你扣血就可以回来生。嗯。生，让他生。回来生。贵族。妈妈哦，碎碎碎，这个附魔，他们就一个很强的附魔，但是痛痛痛！有人在我们家外面哦。哎呀，又是小偷，又是小偷哦，小心哦！好、啊、死了！哎呦！哎呦，好痛！哇！他装很强。哎呦！我的回超慢。哎、欸，有脑鬼刀！哇，至少这一下是痛的。一，对，再放一个好了，这样子。这个揍他！他绕跑啊！他突袭者啊！砍他！一，喂，四滴。三滴！啊，我也要死了！他跑走了，但知道他们的附魔在哪了。还要倒吗？我没倒，我倒了，他好像没倒。什么？喂！都叠在一起了，都叠在一起了。没事，我活着，我回来。给你酸哦！哎、欸，阿钱！哎、欸，有人在家，楼下。哇，他那个位置。阿钱，啊，没事，再接再厉，下次一定。附近有三个敌人哦，哇！他是怎么进去的？中间不能那个了喂。喂，他死了吗？快倒！任务结束。结束。还一个。贵族。哦，好。衣服裤子，臭嗨嗨，
下来，我们。嗯，没有食物啊，没有烤啊。有啊，在那个炉子，烟熏炉有，有欢迎煮在里面。没有放燃料啊。我放了。烟熏炉。啊，我有高级燃料了，这个换这个。哎、欸，两片，好一片，好二，再冲，有一片，瑞克在哪？冲！怎么了？瑞克想付一个剑，瑞克差一点点经验值。他们的那个附魔台在铁矿洞的里面，要是很热啊。我们刚刚已经偷窥到了，上去啊！我帮你建路了，谢谢。怎么有个花瓶？花瓶？你说谁是花瓶？谁会掉花瓶儿？你说在场谁是花瓶？谁跟你一样？不是，我说谁是花瓶？我直接把箱子挖爆哎！走心了，觉得难过。这样子走心，你心真会走哎！难怪我有吸到他，你心真会走。乖的，前线是不是没人了？我在他们家旁边。我在偷挖他们的书柜。我要来了，家里，家里，这是我们家。我来偷破坏他们的书柜。他们一想说奇怪了，那个书柜怎么会一直没有？这新的是不是？喂。重新做书给你们。猪死剑，我老天！书重新弄，好笑。有怪物在底下帮我们守家吗？睡啊！不行，他爬上来了。啊？没有稿子。好多怪！打不到。有人来了，对，我知道。哇，一直偷，突然多了很多东西啊！为什么那么多东西？身上出现钻石哎，这么好，这么好的吗？站着有钻石哎，钻石，他是把我们箱子全部挖掉了，对，他是把我们箱子全部挖掉了，好扯吗？所以我挖的东西都没了。没有，在我身上，我给你附魔台，我要出征他们了。好，去吧。我是你的剧。暂时在哪里？哇 ，CDM 好，高歌离席。没有食物。高歌离席 ，Switch。Switch。OK， 我把他们书柜都挖走，笑死！他拿钻剑呢？他们那个有一个人持续在挖的，财力雄厚。对啊，才好雄厚哦！可以亲他，说不定可以亲到。放哪里？哦，杰克捡到我的尸体，是不是？好想挖矿啊！那个大烂渴望矿物哦，大家，你不挖你会很饿哦。我好渴望哦。现在会很渴哦。空啊！挖个矿，喝个水。解渴。给你，。叫你喝水啊！你就不喝水？哎，老鬼！那你从哪边走进去我们家的、啊？哦，毒咒！毒下！上他！我攻速超慢。央子现在在哪？我看到。哦。那个要招老鬼的。我正要出发、啊。哦，睡哦，他破盾了。为什么会有时候会是？他们有人从天桥过来了。
被挡掉了。OK。给你死！当当当！当当当当当！有没有听过当当当？有，非常的好听，当当当。哦。我一分钟后再见。又可以再去上次厕所了。我放一颗 TNT 进去了。哦、OK， 哦，我看到了。核弹。哦。哇，我捡到锋利剑诶，断剑。哦。哦。还有啊。还是刚刚那个。还有杀人队长。哎，高歌离席。额外的血。但很有潜质。好凶，好凶，他们好凶。后面有结界啊，后面有结界。很有潜质，不行就回来。回来。太多。好多人拿到他们的附魔截肢克星，烂透了。附魔截肢克星。截个鬼！家里被炸开了。家里爆炸了，没事，我们有阿茄在。夸张了吧？阿贵倒很正很正，好晃好晃，好晕，好晕好晕，站在花里面就好了，站在花里面就好了。哎，小偷来了，小偷来了，小偷来了，小偷，小偷要当神经女，好饿好饿，被咬了一口，我毒了毒了，这要晃多久？站在花上面就好了，就不会晃了。为什么花那么强啊？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真的、欸，真的、欸，好强哦！什么？它有心灵祥和之作用吗？侦测你的脚那个是不是空气？原本看人家好像很正，都晕了，然后一站花上就没事了。哎，那我怎么不从根本解决？因为我好懒啊。过去好远哦。有人要去我们家了哦。OK，OK， 没事，我们也在去他们家。哎、哦，一直暴食。好饿。弓箭手，砍一下。矿坑，去挖矿吧。啊。一直被暴食，我就偷他们家牛排，好爽！牛排，连生牛排都拿走。哇，好笑，一个都不剩，都不剩，气死！那疯狂种花吗？对啊，希望这样我的网络才会好啊。会有一个，哎，阿杰，阿杰。紫色，对，五个灵魂碎片，好吧。他们也是灵魂碎片很多。小偷。哎，那个贵族。谢喽。热血开挖，碎啦！碎啦！我帮你赌，我赌超多。我先在外面乱跑。我再赌，我帮你埋起来了。啊耶耶耶，挖起来！网友别动。我跟你讲，到处放箱子，看他是开哪一个。惊喜箱，连自己人都骗。要结束了吗？哎，加码，冷静。酷战术。我听到，我听说了。